佛鼎僧朝圣寺住持地心法师将在国历的八月份举办梁皇宝忏法会。佛鼎山朝圣寺住持地清法师长期在全省举办八关斋戒，即将在国历的八月举办一年一度五天的梁皇宝忏法会。透过参与法会的共修，大众一同在地清法师的带领之下，体悟佛法的殊胜。花开见分呢，就是莲花化身；但八关斋戒，伊就是根本的保障，就是莲花化身。这在咱的《观无量寿经》拢有特别记载。所以平常时啊，那教书因缘无足，哦，当然上好，咱会当足三归五戒。不过那无足五戒人，会当平常时啊精进八关斋戒，也会当弥补这条菩提道安尼。会当予咱调整着讲啊，咱的心可以忙伫贪嗔痴呢，安尼作业。但是人总是凡夫啊，生活中难免有真济考验。不过，咱有一个课上，有一个课门啊，来拜八十八佛，来拜三千佛，来拜忏，嘛会当对咱生活中调整心可以的清净。可以在师父的带领之下学习，借着每次法会忏悔过错，清净身心，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，能够点亮心灯，不退道心，护持三宝，为佛教尽一份为宝的力量。祈愿疫情早日平息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健康平安。十方新闻，魏文许建议，高雄采访报道。